母亲节就要到了，中华慈爱教养院的院生为了感谢教保老师的照顾，伫咧母亲节前做母亲节的卡片送予教保员。中华县西滨慈善会甲中华县青溪妇女协会嘛捐出筹建教室大楼的经费，予慈爱教养院，并且甲慈爱院生共同来参与母亲节的活动，希望透过做伙制作这个母亲节的卡片，来表达对教保老师的感谢。慈爱教养院义生在教保老师的带领之下，做母亲节卡片，要送予教养院教保老师。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但是对慈爱教养院所照顾的曼菲天使来讲，要开嘴表达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因长期在教养院接受照顾，甲教保员的感情真深。教保老师也跟他妈妈同样给他照顾，所以在母亲节之前，中华县西滨慈善会和中华县青溪妇女协会特别捐赠善款给慈爱教养院，协助筹建教室大楼经费，也跟慈爱义生共同参与母亲节活动。温馨五月天，温情满人间，人间有情，世间有爱。无论在各个领域的善心人士或企业，还是身为慈善团体的一份子，我们大家都是小小的太阳，散播光和乐，散播关怀，散播爱，为这个社会，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尽一份心力。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借由我们西滨慈善会绵薄之力的小爱，能够让慈爱教养院成就更多的大爱。青溪妇女协会所有的姐妹，我们响应我们县政府啊，我们的啊王县长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公益活动。把爱送到我们慈爱义务院这里来，希望说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慈爱义务院的大楼可以快、尽速的早一点的重建，让我们的小孩子可以受到一个新的环境，安全的环境，这个是我们青溪妇女姐妹所有姐妹共同的这样一个心愿。那也在这里也感谢我们青溪妇女姐妹。在26个乡镇我们都是在地的照顾我们敦亲睦邻，照顾这些弱势的好朋友，需要照顾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我们西滨慈善会，还有我们彰化县青溪妇女会哈。那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来关心我们的慈爱教养院的院童哈。那其实，在母亲节前夕，我们办了这样一个活动，主要是我们的教保员老师们就像母亲一样呵护的这些孩子哈。所以长时间照顾他们哈，甚至比家里的妈妈的时间还久哈，他们相处的时间更久哈。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活动，然后跟他们一起制作。感谢母亲的卡片，那由我们的孩子亲自致赠给教保老师来表达感谢之意。中华慈爱教养院原有教室因为建筑物超过50年，加设备老旧，所在较低，容易淹水等问题。为了改善并且提升服务品质，规划在义区兴建4楼，拢总830平的教室大楼，目前兴建经费还阁欠6500万。我们教室大楼目前已经动工了哈，那总经费是1亿1600多万哈，那目前还尚缺6500多万哈，大概只有一半的经费，期待我们社会各界哈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一个工程。这个活动有两回个观众成看，希望透过安内成绩来抛砖引玉，好个较侪社会大众会当加入帮助慈爱教室大楼重建的行列。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蔡宏报道。